耀眼的光芒，每当感到
处彷徨，我看着自己没有希望，找不到方向。我总想念那段时光，你就在前方，带给我力量，总是幻想要和你一样。我告诉自己怀着希望奔向远方，现在我要变得坚强，独自去面对所有烦恼，哪怕再一次再一次的受伤，也要追寻那个理想，让你失望。哈喽大家好，我是张文才，是音乐剧再见 Echo 的 Echo 的扮演者。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没有办法参加我们这个最后一场的末场的彩蛋，但是我由衷的祝福我们这个戏能够越走越好。当然现在唱的这首歌呢，如果没有我呢，可能他们三个唱的但是有我呢，可能我们四个唱的没关系，这个戏应该还会做第二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再进剧场，观看我们改版的第二轮的《再见 Echo》。所以我们明年再见啦，拜拜。触碰我。
感谢。
此呢，我也要请出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这个剧组感谢和感恩的主创团队。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艺术顾问金富宰教授。因为金先生和探探这个身体原因，今天不能够到现场，但是非常非常感谢王先生能够大力的支持我们的原创音乐。当然，金老师也是最早开始在中国做原创音乐和培养我们第一代音乐剧人的前辈与教授，依然到了现在快八十多岁的一个年纪，依然坚守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所以作为晚辈的我们，也一定会向老教授学习和传承这一份对音乐剧事业的执着和爱。另外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出品人黄焕松先生，是他坚持将这一部音乐剧做出来，坚持要将这样一部原创的作品，虽然有再多的困难和不容易，他的坚持一定要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直到今天跟大家呈现。也感谢我们的出品人黄焕松先生。同样也要感谢我们的导演马达大哥，今天穿了一件跟我们的主播特别特别特 特别搭的紫色的衣服啊，大哥。辛苦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演职人员，然后谢谢观众来支持我们，谢谢。还有我们的执行导演陈佩贤，佩贤。哎，对，峰哥，峰哥。佩贤，特别特别辛苦的佩贤女士。咖啡哦，对哦，你们哎，不能乱吐咖啡。也感谢我们的作曲魏世全。还有我们的舞台总监以及我们的技术总监徐昕先生。还有以及我们还有很多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和优秀的我们的主创团队，他们是我们的音乐总监周可仁，编剧韩丹妮、徐文怡，作词孙浩辰，我们的舞台总监那个黄成，对，很辛苦，每一天都在现场帮我们打 Q， 保证了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完整的演出。还有我们的灯光设计李红艳，舞蹈编导张恩书，多媒体设计戴维老师，服装设计造型设计徐旺，音效设计栗子薇，制作助理还有谭运秋，市场营销李艳萍，宣发蔡荣兴，林维嘉，舞美制作立创文化，设备支持可运视听，还有以及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很多技术组的小伙伴和同事们，非常感谢大家，大家这一段时间都辛苦啦。台上的这些演员大家都非常认识了，我们也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都对，应该大家都很熟了哈，对吧？观众们，这个今天在这里可以见到他们，明天可能在另外一个剧场又见到他们了。就我们可能年底还要与他们继续相见于很多个剧场。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加入到音乐剧《再见 Echo》的剧组，我们期待在二轮的时候再次与大家相见。
好，我们派一个演员代表吧。谁？好，你来。哇，今天那个感谢大家对于那个咱们音乐剧的支持，然后那个因为原创音乐剧还很不容易，然后请大家也会也谢谢大家给予的包容还有建议，然后我想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去改进它，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走进剧场来观看音乐剧，然后观看音乐剧再见 Echo， 关注我们更多的整个音乐剧行业，然后说的有点大发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最后就来一个集体大合影吧。希望我们在座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打开你们的手机，点亮你们的小星星，跟我们一起合影。好，那个，对，我们要过来。